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r. Jenny， 等我来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健康嘅知识啦。Claudia Sea Berry， 听过未咧 ？Sea Berry 即系沙棘，被誉为西藏嘅圣果，种植于海拔4500米嘅西藏高原。沙棘富含高达190种嘅营养素，其中包括17种维生素、14种矿物质、18种氨基酸、脂肪酸、抗氧化剂等等。特别之处，沙棘嘅 omega 7脂肪酸含量系所有动植物中最高噶，具有高效嘅抗炎同埋抗老嘅功能。Claudia Sea Berry 采用咗 CO2 supercritical extraction， 完整地保留 Sea Berry 中嘅各种营养素，令到身体喺抗老同时都能够提供细胞所需嘅营养。